Ciao, sono Gianna. Hello, 我是 Fabio。Fabio, 你好，我們今天會做什麼食物呢？ Today we're gonna make an Italian frittata. Frittata, 我們立刻看看什麼材料。要做 frittata 這道家常菜，意大利人會將家用剩的食材切碎，再用個平底鍋炒香食材，將食材加入雞蛋、芝士和麵包糠攪勻，既可以煮出一道新菜，又不會浪費多餘的食材。煮 frittata 都有些小技巧的，就是不可以被蛋黏住鍋邊。Fabio 還教我們反彈的獨門秘技，就是用個煲蓋蓋住個煎 pan， 那反的時候就不會弄到周圍都是啦。這麼簡單就可以煮到意大利的蛋餅了，我們即刻試一下什麼味先。蛋餅最喜歡它就是有個芝士的味道非常濃郁。剛才大廚就建議我們其實蛋餅可以放不同任何的材料的，不過如果你放海鮮的話就記得不要放芝士，因為就會蓋過了味道。那麻煩大廚教我們。謝謝。 Thank you Thank you Ciao, Ciao.